把声音带过来。他好像附身在，从电话附身过来。有时我在想哦，那些金马影后，他们怎么会一分钟掉泪？是听一首非常悲哀的歌，是还是真的非常融入角色里面，还是浮现生离死别的画面？我可以假装微笑，假装忧伤，我可以不在这里。其实不可以哦，听歌不会掉眼泪。你还想我吗？想我现在想你呀、啊？有没有一个充分的理由让我忘你，不会坚强，叫我不想你也能。曾经你是我的最爱。为何无法对你从此遗忘？叫我不问你，曾经你是我的最爱，慢慢随便如梦一场。我的未来归向何方？放开你的手，才了解什么叫迷茫。老公真捣蛋，唱到一半出来，来给他教教。打扰，人家本来就是好好的嘛，真讨厌啊，老公。